是我们应该是什么？有点难以启齿，我最近在期待收集蕾丝。啊，你收集蕾丝太奇怪了吧？想不到吧？最近我掀起了一股收集蕾丝的风潮呢。对不起，我又跟不上时代，真是抱歉，我不知道。大家都说蕾丝必定要收集的。蕾丝必定要收集，难怪最近听到很多人都说要蕾丝必提的。蕾丝必击，蕾屎必击。那我欢迎铁人男带来的蕾屎必击。带出去，必须要让大家。